十一到迎接大年初四，也是各大庙宇抽国运签的时间。台中大甲镇澜宫抽出了一支中上签。 签提示白蛇精、玉虚、汉文、千文写着劝君把定行莫虚，前途清吉得运时。到底中间无大事，忧郁神仙守安居。国中地位作者，啊，速度嘛真紧，啊，所以爱把握。当时拢爱读经，吼，啊，人家爱吼修好，爱低调。同一时间，云林西罗福星宫也抽出了国运签，一次就中三个星杯，签诗是功名得意与君显，前途富贵喜安然，若遇一轮明月照，十五团圆光满天，属于上签。庙方同样呼吁这一点。啊，必须大家团结一点，未歹个对，这个签上签嘛呢，咱希望吼，咱要国泰民安。 而云林北港朝天宫抽出六支签，庙方分析整体还不错，但要留意下半年，特别是八九月份可能有变化。庄化禄港天后宫则抽出各行各业签，比较好的是我们的阳平百货商和我们工业轻工类别，还有我们木材商，这三个基本上都运气都比较好，那所以可以趁势的把握在今年的营运或者是说在我们的经营方面。至于我们的工业资讯类别，可能要再多加油，可能在这部分的话可能要保守一点。 大庙新春抽签是每年传统，签运也是大家关注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我是王一仲，新闻的产业带给我满满的使命感，不论是贴近民生的议题，或是国际的话题，我都能够精确、真实传达最完整的资讯给各位观众。当然，更多的新闻请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